妈妈在哪里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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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哪里
吵架。嗯，在玩呐、啊，他们在玩、啊，他们在练习那个。哎，你看，打你的头。他们会摔下去吗？不会，他们摔，他们手脚很利落。哦，大只的，那只是哪？会吃东西吗？人家从小就要练习技巧。两只小只的这个。差不多就。有没有看到吗？两只要在玩了哦。两只要来决斗了，要来玩了，要来练习。从小到大都要练习。这是打起来了。对，他在玩。我敢喝咖啡，我不敢，因为小朋友不能。可以啊，小朋友喝了。好，那等会我也给你看。大只的他不想要我。他小只的就像小孩子一样。他说不。哎，不要碰到我哈、哦，谢谢。嗯，不好意思。我爸爸下地了。懂了。你看他这样吗？在哪里？这边。哦。完了。有没有来嘞？哦，哎呦，跌倒了！哈哈哈哈哈！还要打人？你觉得他找得到他吗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我找一个大叔。在哪里？大猩猩出来了！大猩猩。那是一个。啊，没有没有，他在看这个。这里啊，这里比较视野比较好了。武器呀、啊！你去那边才看得到啊！标记，没关系，有人。